三哈喽、大家好，我是小北，这太久没回家了，就是一个字麻烦，什么东西都是潮的，幸好今天第一天到还有点太阳，我现在把这些东西拿上去晒一下，我把这些被子啊什么的搞上去晒一下，不然没法盖，你看辛苦我们的寿星了。辛苦了，空调被还有我姑姑手里的凉席都晒一下就收起来了，现在朋友们终于不用再担心小北会掉下去了，这两个小孩也可以放心的上来了。你怎么这么害羞了，罗一贝？来给姑姑摸一下你的肚子，看鼓不鼓，来，哇，这肚子跟皮球一样啊，是不是有虫吧，应该是不是啊？对是姑姑、上次我爸爸带我妹妹去医院检查过了。那检查完肚子有虫吗？肚子拍了两张照片。肚子拍了两张照片啊？就是看不清。哦。姑姑让你晒上面，没让你爬上去吧？哎，人才，这是那个鹅绒被。好潮。发。是好潮啊！那房子，我的床都发霉了都。好久没回来了，我伯伯家看楼顶上晒了绿豆、黄豆，现在谷子也收完了。拍张照给我。好久没回来了，看，现在谷子这些已经全部都收完了，现在就开始挖地种萝卜啊，这些种大头菜了。我伯伯家楼顶上还晒了好多绿豆啊、黄豆。你给我安排了种十亩地萝卜的任务，我一定会完不成的，你放心。多种点萝卜，我们今年多晒点萝卜干啊，姑姑。好。干了。姑姑，你看这边，我给你种的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花哦。你从哪里找的？我从这里找的。那里面不进去了，那里面很脏哦，有好多灰尘，不进去那里了。谢谢啊，贝贝。不客气。哎呦哎呦，你也有啊，好好，这是我今天收到最可爱的生日礼物了，这么多花。哎，我也送一个礼物，生日快乐。哎呦，这不用，姑姑，你赚钱也不容易啊。这你的生日你得过生日，这必须得说是吧？对，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。那我就收下了啊，谢谢姑姑。一点小心意的。已经帮了我很多了，真的。姑姑在杭州的时候给我很多的安全感，至少我回家我就感觉像妈妈在家一样，没之前就是那么回家感觉冰冷冷的、空荡荡的那种感觉。现在姑姑也跟我们一起回来了。走，我们下去，还有一些衣服。这个也拿出来。这是干洗了，然后那个袋子都没洗。就把你的成年老衣服都拿出来晒了。你这个是鸭绒的、鹅绒的，不能暴晒吧？哦，这个是鸭绒的，不能暴晒，晾一下，反过来，姑姑，看这件衣服有年代了吧？最起码是五年了。我送给你的花呢？收起来了。你送给我的花哦，收起来了。姑姑装到了我的珍宝盒子里面，那是我最珍贵的礼物。笑死了。1、2、3、4、5，上下打老虎，老虎没打着，你打到松鼠。松鼠有几只？让你数一数。哎呦，掌声掌声，真棒。来，我们自己说一遍，贝贝自己说一遍，3、2、1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，自己说。1、2、3、4、5，上下打老虎，老虎没打到，打到小松鼠，松鼠有几个？让你数一数。让你。1、2、3、4、5。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。厉害！厉害！真棒！给你点个赞。哎呀！好了，他就要想着他的衣服了，这全部塞在里面。这是。从杭州带过来的
太久没有来了，给他们带的一些衣服。嗯，现在最不缺的就是衣服了。看这个，这是我们家轩轩的。轩轩，你上次生日，这个给我，姑姑没送礼物哦。谢谢姑姑。哎，这是贝贝的。说应该说什么？谢谢姑姑。不客气。等会儿让你爸给你们试一下能不能穿哦。不能穿就再寄回去，让小南阿姨给你们换大一码的。这是给我叔叔阿姨的羽绒服，是我阿姨的，给她买了一件马甲，羽绒马甲，在家里干活的时候穿。然后还有一个同系列的羽绒服，这种是轻薄的，但是很暖和，穿上身。这里是两件羽绒服，一件是我子英伯伯的，一件是我秋生伯伯的。因为我。真的，我不管任何时候，我都记得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这些人对我的好。一个我子英伯伯跟秋生伯伯，一个我干爸干妈，还有下面的那个爹地阿姨。真的，在我们最难最难的时候，我刚回来拍视频的时候，给我们给菜吃啊，稍微煮点就是好吃一点的，菜就是硬菜咯，什么鸡啊、鱼啊、鸭的，都会给我们送上来一盘啊，或者叫我们去吃。真的，我永远都忘不了。现在也不能说是特别好吧，但是日子真的比之前好过了，所以我也要对他们好一点。对，因为这一次也确实好久没回来了，然后天气冷了，给他们就拿了一点就是保暖的吧，看试一下，看我子英伯伯能不能穿。我叫姑姑去试的，姑姑说她穿着稍微大一点，应该子英伯伯就可以穿。嗯，去试一下。那么有亲戚啊，我给你买了一件羽绒服，你给我买个件军训换。嗯，二五能不能穿？试一下。我你妈都一身。嗯，你没得别的。你的是你的，我的是我的。今天今哪天我帮你去选衣裳，我也没学得选，对，就没得事。哦，来哈，那个杨姐姐，看你能不能穿。我你是哎，那你的是你的，我你的是你的，我的是我的。哎呦，不对，一样，又不对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这个暖和，你试一下，试一下能不能穿？要，你不是那我就放弃了。哎，对，我的心意，还有就是心意太好了呀。天气冷了嘛，我又不知道给你拿什么。老罗说给你拿四件套，我觉得羽绒服啊这种暖和一点的最实惠了。你试一下。有了，我妈等你。我姑姑穿她大大的，你应该可以穿。把拉链拉出来，你试试。啊，可以。这个要拉拉链的。嗯。我还是因为太长了。我得好多衣服。你打牌去穿。不怕白，这个兜子也大，装钱，对，装钱，赢钱，去一万一万的赢，可以穿。哎呀，年轻的，可以啊，紧不紧？哥，你紧不紧啊？这样最好的，可以啊，那就可以。那我两个肯定上天的。那我用不用穿？你不用穿，你也不用穿，你要穿吗？这是秋生伯伯的。有什么管？嗯，你来给我断，你试一下看能不能穿。去试，去穿一双。你这不管好多哎，你误干了，又买新的，我也买。我两个自个买。对。买，啊衣服个，啊别话怎么的，就一双有。年轻都进得去工地上。嗯。要不等会儿秋生伯伯忙完了，你让他试一下啊。啊。这个应该可以。应该可大大的，对。还可以，你是得选的。你看一下，你那一件是杨继波买起的，得四美钱个，四美钱家里。他说放这里，等到你家来了拿。这是我姐姐，就是子英伯伯女儿给她女儿在我那里买的，然后让我姑姑带过来，说放这里，她来她外婆家的时候就穿去。你收下来，这是花钱买的，这是我的心意送给你的秋生伯伯的，这是杨姐姐买的是吧？啊，杨姐姐买的，杨姐姐给女儿买的。你对我好呀，我对你好，连他对你好了。嗯，对我好，好跟好都是换来的。各方面都好。对，都好，都好，都好。